这个你们俩也有什么 sense 也我觉得这个人有什么 sense 有一个 sense 呢这个呢不这个周围去边礼堂看一个表演关于啲初中搞嘅一个音乐表演，啱啱洗完盐，未洗完，因为当我去玩一九四嗰阵时咧，佢洗洗下，突然之间弹，忽然之间弹翻咩料嗰度，呢个又不是。煲兩個鐘唔係問題，你去諗下，會唔會忽然間閃退啊？個視窗唔見咗啊？誒，嗰個視窗消失咗，或者彈翻邊條？經驗會俾你改落，真係撲街。兩點幾嘅時候，望到出面就開始大風啦，跟住陰天去北江買飯。之前咧啲雨都落緊，第一真係去北江買完飯出到去咧落緊大雨，又行少啲喎。翻返上嚟咧，聽到出面部 lift 咧，好似運緊啲嗰啲運啲嗰啲警報聲，聽到嘅。喺我聽到頭一個睇到嗰個消息講咩，就話港九新界咧就有呢個跳電嘅情況，全港九新界呢度都有搭 lift 嗰時一度跳電，甚至講哇2:48:59嗰陣時，就消防處都接獲58宗運啲，佢話下晝2:10嗰陣時咧，就即係因為閃電嘅情況出現咗啊，全港嘅電壓咧驟降，不過冇運啲。嘢同三個有關，我啱跟製作人先，我諗緊嗰個作者識唔識整 game 咧？乜撚嘢同三個有關？始終都係多句，我隻隻 game 都三個，六月尾又出一隻叫咩？三個之奇謀天下，你老母！之前啲人可能玩咗十幾廿隻三國遊嚟，都係三國嚟，佢都係諸葛亮，好在玩三國嘅弱智仆街嘅。唉，言之已發個腦咧，啲認真古真咧，成堆 AI 喺度，買咗200精步咧，可以話係少咗仆街啲人，因為冚唪唥都走曬過去，畫親地圖啊嘛。多一句，
玩新地圖狂玩咧，就好似你食朱古力一樣，食得多咧就好厭嘅。玩得呢張，玩得嗰張，你好多人話嗰張淨係得嗰張地圖，新地圖唔好玩，一路都玩，乜鬼全年無休啊，大佬！你有冇諗過？你喺同一日一日到黑玩同一張地圖，其實可以話好悶。倒不如玩一百廿八個人。又或者直接啲講，不如索性刪除咗嗰個乜鬼全年無休個模式啊！好撚弱智。當一百廿八個人冇人嗰時咧，係焗住喺嗰個玩。琴日玩一鋪咧，成咩德國啊、俄羅斯啊，成堆人都勁撚弱智，全部咧全部都 stay 喺 A 點，唔知乜 B 唔係全部 stay 咗 F 點，話 A B C D E 嗰全部俾人搶曬。貴到唔得，刪咗個模式啊！點解咧？嗰個模式哇，四個模式，一個係突破，有一個係六十四個征服，呢個一百廿八個人機又全年無休。我諗緊玩一百廿八個人就唔係好多。點解變相好似咧？一百廿八個人征服冇得救，你索性推另一個征服出嚟，玩得呢張地圖。你要更新都唔知更新啲乜出，更新呢個 TV 蛋。但同學玩一鋪山樓咧，冇死過，揸住架房車打70萬撞死都冇死。雖然都俾 TV 蛋射嘅，但係都射係爆曬光嗰時都走啦。話時候嗰個專新嘅專家，兩支新槍美國嘅先機嘅天話仲好燒㗎。依家細啲嘢都未使完，仲有大約60000嘢經驗。所以我話你更新，只不過多翻少少，之後就冇乜人。我諗我買翻呢張地圖都要八月幾先收到嘅，第一個財運，點知你又講八月幾？加啲障礙物，整理下地形，加幾個貨櫃，要等下去。如果我係嗰個作者，我一定會我一人之內搞定。好似你玩，你都講過，好似玩 BF 嗰個 Sandboss 啊 ，Sandboss 呢個沙盒就關於類似一個叫 Creative 嗰個 mode 啦，係一張地圖，自己喺張地圖可以加好多嗰啲車，例如卡咁啦。可以加直升機、軍炸機，亦都可以整呢個賽車比賽。周圍都起，都喺周圍起一啲，即係加一啲橋啊，嗰啲板嗰啲嘢咧，甚至加啲障礙物，即係賽車感覺啊！即係我以前整過，不過後屘 Sandboard 啲模組已經冇咗啦。跟住揸住架識得噴火嘅沙盒巡邏車喺度飛緊。飛著炸，嗰隻 game 可以整冇整冇呢隻 game 竟然超過半年都係改嘅，兩張地圖改咁多，咁耐，忙啲玩嘅，諗緊演戲啊！